我们等一下要去度假喽。Evan，今天要去度假喽。大家好，我是浩克。我们今天来到苗栗苑里旅游。那第一站现在是中午，我们先到了苑里老街吃东西。这边从上网看到的资讯是还蛮多经典小吃的。一进市场就有一个现炸的这个超大块鸡块，分量都超多，然后整个大狂买，一个大哥跟我说自己拿夹子夹，所以应该是再称多少钱吧？谢谢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超大块的，然后刚那个抢购人潮真的是超夸张，真的很香哎。又大又实在的鸡块旁边的这个鸳小铺芋头牛奶也好喝，而且它是自产自销的芋头，因为那两个芋控拿的话会一直喝，所以我先帮他们保管一下。好吃。好香好香，嗯。边吃泡菜。泡菜有一点点辣，泡菜那，然后看起来它的皮都很酥，那你就不要吃泡菜，好像年糕哦。看起来很酥。那是咸。臭豆腐很香哎。那年糕呢？哎，我说真心的哎，皮是那种很薄很脆的。然后，但是里面又超嫩，真的很好吃。融融入 the mango soup versus lava 融融入。我们今天要入住的饭店是位于苗栗苑里的享木时光度假酒店，乐乐超期待，对不对？度假酒店，你要去度假喽。这个饭店它有送两张饮品券，在一楼坐使用就可以了。哇塞，整个闻到快木香了，好香啊！那怎么开灯呢？它入住还有这个浴衣可以穿，蛮不错的。哎，然后这个拖鞋感觉穿起来很舒服哎。秘密马桶哦，哇，它这个这么高刚哦，厕所里面还可以把它关起来，有免治马桶哦，不错哦。啊，那这边又是什么？这里又有个门。男生洗澡。洗澡的哎。哇。嗯，好香啊。哇，好大的一个泡澡的哦。都有附牙线棒啊。我现在要来试床的部分了，哇，床是这种算比较实的床，所以躺起来蛮舒服的，不过枕头是软软的。开门中，现在下楼。我看到有楼了。它这个八楼有裸汤跟汤屋，然后也有户外的泡汤在饭店外面这边。B1 看起来设施蛮多的，吃东西啊、KTV、游戏区跟阅读区。游戏区。我们去看看吧。除了这个看起来超级丰富的乐高积木，另外旁边有一些像是足球设施可以玩。哇，也有赛车可以玩呢。它有两间 KTV 可以供。它这里有卖垂坤的藏品哎，所以如果想吃的，其实来这里可以买得到哎。哇，琳琅满目，肉干啊，饼干啊。那它饭店提供了饮料券。可以换这些饮料，那兑换时间到10点前，所以如果想换的朋友，记得下午3点到10点来换。这个饭店有 7-Eleven， 我觉得很特别，看一下，结果是像贩卖机的东西，还不错啦。这饭店想吃的东西就有，蛮方便的。
那这个露天风吕，如果你没有带泳装的话，这边也都可以现场可以购买。然后像也有那种小朋友的啊，它这个开放时间到晚上10点，不过9点是最后的入场。小兄弟，干杯吧！昨天太晚没有体验到八楼裸汤的部分，那来趁现在一早上去体验看看他们的泡汤品质怎么样。好，那我现在泡完八楼的裸汤，讲一下我的感觉。它里面是一个很大很宽敞的空间，然后屋顶是做透明的。然后一进去就看到一排5池温泉跟冷泉在等着你，他们也是大概22度的冷泉、39度的温泉跟42度的温泉。那除了温泉之外，可以不时的闻到快木香味，以及现场还有洋甘茶、健美茶，甚至还有咖啡糖供民众使用。我觉得这点蛮特别的。那早上泡了汤之后也觉得精神都来了，所以我觉得早上泡汤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。那我现在准备要离开了，我觉得它这边饭店房间非常的舒适，然后又到处都可以闻到快木香，喜欢泡温泉的人一定会喜欢这里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影片欢迎帮我按喜欢、订阅及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